之斗鱼奥沙利文之旧国区细金丝，正是在下。敌军还有三，飞刀在家门口，碎头我的设计之下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。他乡没有离绝，小葱拌豆腐，清清爽爽。拥抱金凤，怎么就喜欢打一级团呢？在我的认知里面，喜欢打一级团都菜鸟。别，三点。太狠了吧，士兵！我的天哪！搞得我古城妹妹有点难受。激光，是的，怎么样？一箭双雕，对位。二级了都，经验值比我多。走位，你再走，再走。激光，激光。舒不舒服呢？花刀不错，激光，经验值比我多好多呀！你想干什么？神之物资，他们全是废品。压力大不大？非常。激光，骗他技能。你烦不烦？有屏障。修通哟，舍弃掉这身臭皮囊。六，我是第一个现身者。好烦，这都没啥的。不过我压了他很多刀，他只有十几刀。哎，炸壶，讲道理。马赫全开。一激光，我觉得他打野要来了，哈哈哈！意识多棒哦！你没有觉得我的意识非常的好？
的意识为什么会这么好？亲人和朋友交流在外头，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。睡倒在家门口，拜拜龟哥，感谢谁兜里有钱送上的开黑券，谢谢。我不知道这个泽拉斯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他那么一点血他也不怕，我不知道他干什么的，他在向我炫耀什么？炫耀他的经典皮肤吗？漂流在外头，劣势有点大，但是我不怕。因为我们是一个后期可以 C 的英雄，下去了。可以，劣势也太大了吧！啊，这劣势也太大了吧！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？我是主播，我很强，我可以带你们赢。你们稳住！鼓励一下。阿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们吵架呀？怎么挂机了呢？为什么挂机了呢？为什么挂机了呢？我是第一个现身者。这怎么搞啊？这我再强也没有用啊！这我再强也没有用啊！他给我来一手挂机，我就没办法了。嗯，不然这把维克托不虚的呀。好烦，最讨厌挂机，他直接跑了。这怎么玩呢？我跟你讲，他现在连上来好好打，我们都可以赢，你信不信？我有两个头，真的。我一个多到后面输出很高的，不需要他们输出。快粘上来吧！快粘上来吧！我没了，全跑真来了，恶意逃跑挂机，
GG， 游戏结束，这盘我无力回天。我们还是投降吧。他挂机了。拥抱进步吧。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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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野呢？打野，打野，拉粑粑去。形态决定功能。他现在连上来，好好打，我们都可以赢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他连上来，我们就有机会。给我死！什么都没混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要将他 muse 掉。愣头小青年，愣头小青年，愣头小青年，闪电熊二挂机了。我找一条路带线去了。马赫全开，我不管了，他们要推就给他们推吧。就赖在下路带线了，我也不想守了，我觉得这个守也没有意义了，我们就等。哟呵，有个鸟。反手一个大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好，我们可以投降。15分钟到了，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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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一把下一把，不浪费时间。还有个不投，我靠！还有人不投啊！
我觉得这个在浪费时间，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。金属就是保护，好烦。为什么不点呢？形态决定功能。情人和朋友在大门口。为什么不点呢？浪费我们大家时间。峡谷来了，峡谷来了，峡谷来了。孙悟空来了，孙悟空来了，孙悟空来了。他这个闪电熊二上来死了两波，他就不做声就挂机了，就直接溜了，可能就直接退出游戏了，不玩了不玩了，肯定这种。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一把他排到了高手，他只要上来随便玩他都能赢，他并不知道他排到了国服前三维克托。下去打钱去喽，打钱去喽，小跑下去，小跑下去打钱，一路小跑来了。给魔腾来杀我，让他体会到游戏的快乐，让他觉得他的魔腾玩得非常的好，让他觉得他很牛逼。下大拳，让他来关灯，秒我，然后他去，他肯定觉得他的魔腾，哇，我的魔腾多强啊，看到没有，国服前三维克多被我吊他，他就很快的。来来来来，我得了，用反杀了，我靠，哎呦，九位不谈，九位不谈，不谈跳个舞，这个要点他魂系能量，只跳个舞。回不去了 ，TP， 还毒子，再吃个头 ，SDP 到手，再吃个头，哇，3200块。三人出高血，整装待发，人在打在，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锤石已经出去吃了个早餐回来了，发现还没打完。再让他们来抓我，再反杀。你有没有这把有闪？来了，哟，没来吗？青春是朋友，飞荡在家门口。他被我的混乱风暴给电死了。透家了，
拆不掉，他一个人哪拆得掉？他一个人哪拆得掉？拆不掉的。坠机了吗？有人升飞机吗？红吸能量一激光点他，点他，红吸能量点他一激光，红吸能量450，红吸一激光，哎呀，粉碎打击，哎。